在台湾已有10年的微热山丘，今年在2月时启动了全球果实计划，希望借此计划可以开启世界各地的农业合作，美味无国界的分享。全球果实计划的首发品牌 Forbidden 富饼店在2月推出第24榴莲蛋卷之后，在5月15日再推出第二波重量级新品猫山王榴莲冰心蛋糕。猫山王榴莲冰心蛋糕选用马来西亚超受欢迎的人气顶级榴莲猫山王，新鲜榴莲泥制作成蛋糕的冰心内馅，配上香兰叶蛋皮蛋糕，最后再使用兰姆酒提味，一层一层的风味堆叠出猫山王榴莲冰心蛋糕的独特口味。此次第二波重量级新品猫山王榴莲冰心蛋糕可说是榴莲界精品美味制作的甜点。猫山王榴莲又称为第197榴莲，浓郁香气，肉质嫩滑，入口即化的口感可说是榴莲控的最爱。内馅选用冰心的方式，是为保留猫山王榴莲完整的滋味。整条蛋糕近乎三分之一的内馅都是100%使用猫山王榴莲泥，在外层则是口感绵密的香兰叶蛋糕。在香兰叶的清香衬托之下，蛋糕的丰富层次是不容错过的奢华享受。第一波推出的第24榴莲蛋卷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推出尝鲜入门款八只新包装，让每个想尝试的消费者都能顺利入手，一同感受香浓蛋卷与清新的榴莲滋味。